小姐姐、小哥哥们今天还在这里啊，跟你们照张相啊。哦，好，早干点。好，发了不少吧？你们用什么车子拉过来的？小车子，对，你那小车还装了不少了。啊？你们还装四个人？不装人，我装人。只装货，我们现在车只装货哦，一个哟。你们这这个是哪里的？是自己买的捐的，有一些还有是人？别人捐的，别人捐哦，给爱心车主。然后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，我们那个老师跟我们说，如果你要特别的赞助，你哪里捐的？你还连不连学校手下的老师？你们是公务员还是老师？都有，这不方便透露。都有是吧？这不方便透露，因为我们那次说话你都拍下来了，那你想我们？好吧，哎呀，我那天我也想了一下，那天那个师傅啊说话话糙理不糙，我想了一下，我把他骂人的话我给他剪下去了，我把那些说了好话呢，说了好话还是我是说实话，我把他说了好话还是发给我们大家看一看，也是算是一个正能量吧，也提示一下大家，是不是？也做了政府做了不够的地方，我们要提醒一下他们，对不对？玩什么？玩微博还是玩什么？我玩的可能小娃娃玩的 B 站。哦，哔哩哔哩。都是90后、2000后玩的。Apple。2000后玩的。我对对。B 站的，但我不是 UP 主，我是观光。UP 主。UP 主，我每天我就把我真实见到的情况我就拍一下。粉丝有多少？哎呀，才几十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那还好。才几十，我也是只是记录一下，记录一下。可以。爱好。我认识一个 UP 主，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做音乐的，是我共同学，他现在已经粉丝很多。就像做一个博客一样，就是。大家以前不是做那个 QQ 空间嘛，存一下，这个就无非就是简单的用那个视频把它存起来，大家有兴趣可以瞧一瞧。我觉得挺好的，用视频记录以后，很多年以后啊，就有人见证这段历史，可以做纪录片。对，估计以后啊，大家的回忆录啊，都不是在书里面找了，也不是在那个什么文字上里面找，在视频里面找了。是，你们来了几天了？在这里，隔了几天？断断续续的有个三四天了吧。有三四天了。多的三天嘛，今天起码是15天。哦。不太记得，反正就因为有时候下雨就不方便了，因为就是少了。只要天气好，我们会来。你们还是要注意一下，就是和人家讲话的距离啊，还稍微远一点。那天那个有个司机，那个就说那个给你讲话太近了。并且他的声音很大，又并且有点激动，所以说你们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防护。就我能够理解他。是了，因为你也可能遇到过，是吧？因为你很简单，就他那个所处的环境，当你在红十字会现场，你看到那些工人拿不到东西，有些人瞎拿的时候，你有什么？是。因为说的不好听的，一线人员就是你这个时候谁都可以没有，你不能当医生护士吗？对呀。然后你看到那些人闲在那里没事做，然后这个医生急得不行，你也会愤怒。我当时那天我不在，但是因为我们在群里面有他们有说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就说真的是想自己冲过去直接抢去算了。而且现在民间的物资都已经不让了，就不让民间募捐物资了。不让物捐，你这个还是擦边球。不是，就是这种不要紧。这种不要紧的。手套啊、口罩这种已经民间不要紧。民间已经不让了。现在有些问题是，很多的医院还在跟民间求救的。哦。然后你又不让民间募捐，然后上面你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那很多物资直接都失踪了。哦。买的几千套的东西可能就不见了。都不见了，就丢哪里了呢？不知道。你们捐是捐给红十字会的？不是，我们买的就是我们募捐的捐款买的物资捐给医院的。哦。不见了。不见了。寄到一半不见了，也不知道是政府跟他控了嘞，还是快递跟他怎么样了，不好说。转到另外地方去。如果你真的是被政府收了，可以，因为反正你要发下去。对，就是怕有些那种有些混水摸鱼的，就拿来卖钱了，那也不行了。顺丰说的极好听，现在顺丰都停了。顺丰的。说
样下发的，不允许那些快递停运，必须得那。嗯。现在就邮政还在，我买的手套，我自己买的，啊，一些手套一些物资，现在顺丰的全，只要是你发顺丰全部停，全部停，顺丰都停了。还，我跟你讲，到这个时候还是靠国有企业，嗯，像邮中国邮政、中国的吗？一些国企一些东西都是顶出来的，嗯，私立的那些就是纯靠靠什么？嗯，这时候你看，就邮政还在跑，你看外面看那跑的车，对啊，对啊，邮政还是会给你送货上门的，顺丰是那个你要，他运气好的是打电话让你自己去点里面去拿，他不给你送货，送货是个什么情况？但是这个时候邮政肯定还是能连，因为它是国有的。嗯，必须得上。然后我当时我有个朋友捐的那个巴士，啊，捐了17箱，确认是17箱，17箱巴士。哦，当时是我，他是顺丰那个点我去接的，哦，这个车子拖回来，哦，然后12箱给了医院，留了5箱是给那个爱心车主的，哦，然后呢，当时反正拿的时候拿货的时候，还是不是运费很贵啊？哦，17箱花了3300还是3600？哦，运费。哦，到付的，这边付的，你由你这边付的，就是我帮他付了，他就把钱给我，哦，是我代付的，因为你取货要给钱，有运费嘛。哦。然后反正现在你说顺丰他是不收钱，那不可能的。300万一次性现金给他，可以啊。